为人云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黑了南方有北方，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。这句话放在现阶段的演员狄天林身上，可谓再贴切不过。狄天林因学历造假风波一事，自今年2月14日于微博发表致歉信以后，狄天林这位曾经被贴上高学历实力演员标签的他，就先少在媒体面前露面了。狄天林致歉信而个人微博的日常动态也在这一天停止更新，唯一有的只是个别媒体抓拍到的出现在某地的日常小报道罢了。不然则随着另一位女演员辛芷蕾的出现，狄天林的身上再一次吸引了大众的目光。只见这两人频繁被拍到同行外出，举止亲密，看上去早已坠入爱河的节奏。这不，日前小胡娱乐就偶遇狄天林与辛芷蕾亲密外出，并一同返回住处的情景。据报道，当天二人一起来到望京附近的某小区，下车时狄天林还抱着一大纸箱物品，穿着轻松随意，另外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反观紧跟在后面的辛芷蕾，当时头戴兜头帽，一举一动都显得格外小心。最心想，感情辛芷蕾是担心被媒体拍到吧。讲真，狄天林挺有福气的，虽然目前因学历造假一事弄得自己不得不暂时收敛锋芒，但是没关系啊，事业方面既然陷入停滞，爱情方面却正在开花，也算是弥补了繁忙时期没有时间谈恋爱的空闲。只是辛芷蕾不晓得什么时候和狄天林扯在了一起，难不成源于演员的诞生？若是这样，辛芷蕾真的和电视剧《如懿传》里那个深深爱着世子的高贵妃一样了，怎一个深情了得。最后说一句，学历造假可耻，不可挽回，但希望爱情不要掺假，好友情人终成眷属。